欢迎来到骚麦娱乐综合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，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。这里是主要内容：迪丽热巴气质出众，穿吊带裙高级优雅，太迷人。要说女人穿衣服好看，是因为身材好还是因为气质好？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，我觉得身材和气质都是缺一不可的，而且自己的选择的服装还是要与自己的气质更加相称，才会显得更好看。其实在明星的穿搭中也很容易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迪丽热巴身材优越，气质出众，所以穿起衣服来才更加好看。迪丽热巴气质出众，穿吊带裙高级优雅，太迷人。像这种红色的百褶裙其实是一种格外挑人的穿搭风格，如果只有一个曼妙的身材而气质不够出众的话，也是不容易演绎出高级感的。再说这种红色系本就特别亮丽，只有身材和气质也是不够的，需要肤白貌美，穿起来才更美呀。在明星的礼服中，一些华贵大方的风格总是格外考验气质的，所以单纯有着一个好身材气质却不够优越的话，真的是不能产出精致时髦的感觉的。就像迪丽热巴这件镶满了钻石元素的礼裙，只有更加高级冷艳的气质才能撑得住这华丽张扬的风格。当然一些相对更加简约的服装自然会对身材的要求更好一些，像一些抹胸裙的穿搭或者修身的吊带裙都是比较考验身材的，需要穿着褶肩颈线更加平直，身材曲线更加细腻，没有赘肉感的身体才可以撑得起这种穿搭风格，更加凸显出高级时髦的气质。其实越是相对简约的服装越是考验身材，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给我们一种身材好更加重要的错觉。其实身材好给人的惊艳感只在一瞬间，但如果是气质好，给人的惊艳感才是更加长久的，那种耐人寻味的美感才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。迪丽热巴气质甜美，也不缺少高级迷人的气息，穿一条黑色系的丝绒长裙，这种丝绒的元素更加高级华丽，腰间勒着比较宽的腰带，自然地修饰出更加纤细的腰身，这种抹胸的款式搭配了披肩卷发的发型，浪漫优雅又不失女人味，真的是格外让人着迷。 Please click the subscribe button to update our next interesting news and share videos. Your support is our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 to create a more attractive next product. Thanks for watching the video.